好，那走吧。现在是可以滑的状态啊。我是啊。好，那就去22吧。山顶负八。啊？雪那么大。这个很危险，你怎么滑好？我刚刚不是讲的吗？怎样？我刚刚不是讲那个滑好的吗？我没有滑。为什么那么大声？因为我的雪板一抬起来撞到上面的门框，它太矮了。看又看，嘿，看好这里都雾雾的，那你为什么擦棒棒啊？哪里？右边铲雪车那里。好了，应该没事。这里开始可以下坡了，小推推。我有看到篮球有在动。好像有。有啊，有在动，我看到了。好像没有人。没有人。好飘哦。都好的。嗯？
怎样？怎样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啊，是哦。那我，我看几点？我有时钟，8:45。要往上爬吗？所以那边转来转去的。不是缆车，哦，要爬走刚刚那个岔路，有人踩过的比较好，那就。那就在这里，在他门口等。还是你要去坐山顶的？你要吗？我都 OK 了。我跟你说，山顶现在滑下来没什么，是不是？一来没什么，二来那里也要推一段，才能来到这里。对啊，一样要推。那在这里站着也好啊，站他门口。我现在走过去可能又要花3分钟，慢慢踩。我现在感觉到有太阳亮亮的感觉，这样站着也好。我还想坐着，我想坐在地上。是啊。站着很久，坐很久。我还怕你让他洗澡，你就坐。嗯。要不要？我不用。我只是要一直让手套里面保持干爽，因为里面真的有够暖的，我要出来让手凉凉。那我这样握拳好了，你有觉得现在手超暖吗？有。哎呀，我怕流汗，有点怕。没有到流汗的程度。啊？没有到流汗的程度。我有一点。那警卫就说你们要去哪里，那个配错说你们要去哪里，带你们去。这样这么好服务。是啊，就说啊，我们客人就那么少了，就拜托了这样。能见度有诶，一个杆子。而且啊，它就算是9点要开，上面的椅子的背后的雪
他应该要转一转，扫一扫。他应该通常都是提早开的，他现在没开，不知道是不是出车。出什么车？谁知道嘞？帮你拍一张。为什么又要拍？就是拍啊。好了，这里是 Utopia 第二 lift。他们是第一个来的，开门前就要选。你会不会就看到一个 patrol 手上拿着一根棒棒，路上捡到的？所以他们的模式就是白天会在就近的缆车，晚上集中送到下面去。因为他那边就是没看到，所以他就给顺便给你，因为搞不好有人就还没送啊什么的，或者是 Night 什么的。这阿伯都没有要开他的车哦。阿伯，我说他没有要让他运转。没有，因为他们盯着一个地方看。本捏不出来吧？对啊，这边也是准的啊。那天不是大热天，捏不出来。穿四件真的都不会冷，你会冷吗？你现在都没有风啊。我现在是多一件，就跟昨天一样的穿法。我也是。但是现在帽子、脖围都还没上。第一天就被冷到，所以就从此就穿很多。第一天是最冷。我觉得我去大声上厕所的时候，就已经没了。那就是很长。因为上厕所就会知道有没有棒子。那掉在最难找的地方啊，其他地方也许都好找，不过这里搞不好到处都不好找，因为一下子就被埋起来了。我要去很长。去啊。现在是要陪我去吗？本来就想滑那，其实我是觉得就是滑黑机啊。但是我刚真的有听到有什么东西在点点中哎、欸，我好像有听到黑机，然后跟点点中这个关键词，所以你要不要现在没事你看一下 app， 看一下今天的那个营运，真的啦，我真的有听到。那下去到那的人不就糟糕了吗？
我又找不到正确的网页，然后我去到的那个网页是很神奇的，它就只有个 Great Coast 情报，但是我看到了，只有滑走可，滑走不可。这边都滑走可啊，飞机呢？都滑走可啊，对啊，都可以。那今天的情报吗？对，刚捞出来的。我觉得应该九点了，8:56。那为什么还是不放到海底？不知道。都是雪啊！好了吗？还可以，拉链上而已。神秘，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那穿的雪动了，要开始每个摇一摇，都是雪啊，摇一摇啊。嘿，
会撞起来。哦。会带。受不了吗？没有，眼睛不会受不了，但是血镜一定要放好，不放好会遭大刀。那只撞刀还不减法吧？手机准备过来。我是说刚刚才撞下来的。撞下来？在上椅子的时候突然撞一下。哈哈，掉下来。对啊。怎么会掉下来？我哪知道，后面可能没有勾好，所以那个带子往下拉，然后再上来再孔一下。就觉得你一阵慌乱，在慌乱。而且我发现我坐的这里还剩很多，我怕你。我怕你没有那个，快要挤到椅子外，所以我就很赶快要挪过来嘛。所以整件事就这样子。好不好？他走那么远哦。哇什么？你说他刚去，他是不是去检查？不知道。就是他要走完才能开。好像有点没有效率。啊，就是安全呢，他没。你有看到他们的站里面的标语吗？不要猜测，要确认。哦，还要说我猜测是什么？一定要去确认。嗯，这种事情，安全的事情，对不对？哦，好，其实这里叫什么呢？山顶应该什么都看不到吧？哎呀，山顶连滑都不能好好滑。就不知道路在哪，不知道路在哪。就是如果大晴天，晴天滑过，现在叫我去滑，我也不知道路在哪。我觉得大晴天滑应该还蛮舒服的，尤其山顶下，应该几乎不用刹车。漂亮。啊？漂亮。嗯。你觉得他们有比昨天更厉害了吗？这些车？积的多一点血，比较远了吧？哎、欸，忘记看那个假蘑菇了。嗯，昨天那个不知道有没有路过、啊，搞不清楚。现在那个景色我们完全认不得。你没得加了吗？我是没得加。是看上这个的人，他觉得他们是要走这条，所以他就在这里关门的。那这里不关的话，那个缆车就不能关。哦。那昨天广播也是讲那个什么什么什么松浦什么来着的，仓库、哦、还是什么来着，就是那个缆车。就是我们这个要冲过去打那个。对对对，这条路上的人清光了，那个缆车才能停。虽然他讲是。啊，昨天他其实也可以把它关起来。坐山路站就可以，只要我们下得了山就好。嗯，是。是错觉吗？这一只好大、啊。本来昨天看就很大。它好像有点像高级啦，头朝右后面。风啊风啊风啊！风的差别，现在风从后面往前吹，这已经算好的了。我的棒棒。如果风是从前面往后吹，威力会加倍，因为我们也往前进。雾到什么都看不到了。看到站啊，看到人。看到站而已啊。我是第一个顾客，急急忙忙的要退走。因为你会被撞，我就不敢坐左边，因为我怕 我不习惯，到时候被撞。随便你被撞没关系，其实不会倒，就是膝盖。哎，你找到的。你要满地找，哪找得到？找到。你要我先吗？对啊。你我先。对啊。
就是往左压。比我快，就会没有轨迹，然后就滑不上了，是亏了那个人的轨迹。去，但是这里有点，还是走黑鸡比较保险。但是黑鸡那边跑，
有冲力啦。你说你滑没人的地方啊？什么叫控制不了？接下来很平欸。啊？没关系，要让他跟啊。我们既然是前辈，早两天的前辈，好，接着跟这个人的轨迹。天堂一样，好狠哦！对啊，而且刷的几次都是这样啊，狠到不行哎！没有吧？
小粉，只有好像沾到面粉而已，所以应该还好。
好就是用在这个时候，主要脚只用一只脚的话，另外一只脚就比较不会受到雪的影响，因为你会稍微把它抬起来一点点，所以那一只脚几乎不会受到阻力，那就比较拉得回来。能见度还可以，我说，然后它旁边有那个招牌不是吗？从几号开始？稍微偷看一下，已经有人开过那条路了，百万人。嗯，现在几点啊？9:30。9:30，好了，还是直接去大声。啊？右边有人开过路，所以我就觉得。下去啊。这样还要再滑一波呢？你不是说再滑一波？好，那再滑一波。我是怕有点晚。好啊。我看得到。啊？左边的树看得到，右边的树看得到。Check，Go， 这样。因为这是你，我滑前面好了。
现在已经接回去了，接下来是比较平的了，是我们来的地方了，所以现在开始可以用比较轻松一点的滑板，现在可以放松放松。能见度好，其实应该就好了，但是坡度跟这差不多。滑到我会分五分钟。对啊。我也是这样。所以你还怪我在那回来回去，我在看左右啊，用那个树来断定要不要转啊，不然我不知道雪道在哪。对啊，这个好像要从那边跳，那哪找得到啊？看看。好了，你陪我一起去。
下面我才看得清楚，然后我就挑没有人的话。我也是啊。哦，真舒服。那样子滑也是花了点力气。等一下切百万人也是一样，就是加速 pose， 跟着前人的速度。看没有人啊？有啊，我刚刚就是看到，哎、欸，有人有轨迹，我就说。不要没有人。你说前面没有，一定的吧？如果前面有人，就表示那个人没有跟随前人的脚步，被卡在路上。其实另外一个问题是，百万人不知道现在能见度怎样。百万人能见度不好的话，就不够舒服。不过其实百万人的左右边都很安全啊，就是不要想太多，滑就对，也是可以。像黑鸡中间都不用想太多啊，就是啊，舒服转啊转，走啊走啊这样。播音乐我觉得很好，它会剪片，因为上月都版权了。上月的几乎每个都被宣告，啊，他只是说被宣告，没有叫我们不能怎样。有一个是直接被禁止播放，为什么？可能那一个的版权很厉害吧，而且版权拥有者不愿意被播放。因为版权拥有者可以做好几种选择，一种是说他可以收钱，放就放，钱归他，他或者是怎样怎样。然后那个版权所有者选了一个最严重，不准你放。那你自己看得到？但是 YouTube 又提供了一个选择，他说你的处理方式有以下几种。然后又，我觉得这也是技术力的问题。他两个选择很类似，静音啊，对，一是静音，完全静音，二是去除音乐。哦，那就去除音乐就好了。我就试着选去除音乐，然后他就说去除音乐要比较多的 CPU， 可能要处理比较久。那我按了之后，过了一天之后，他还没好，之后他就说好了。哦，不过我没有去过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就可以公开了。对啊，他就变成。啊，但你没公开，因为太。我本来就没有公开，但是就不是禁止播放的状态。他问我们要不要吃卤味，我就说想啊，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吃卤味，对吧？我们回去应该就窝在家里啦。差不多吧。做东西准备，就是买菜而已。所以你说为什么有人要滑缆车下面？闲着没事干才要滑缆车下面。我说站滑。他滑外面就是这么松了，干嘛进来？有啦，昨天有人下去啊，只是我们回家的赶路的时候有人在下面滑。但是他们，好了，昨天没有下雪，所以他为了要弄比较深一点进去。但是这个黑鸡其实你一下缆车就是这种雪可以滑了，对啊，是不是？会不会横张支臂也有一点平平的感觉？他们填平搞不好，他填平我就找不到棒子了啦。我现在想象的故事，你有呛一声，没有，就自己踢到自己的。不记得我摔在哪里？我完全没有在看啊，我就在那边自己做站壁啊，哪会看到呢？
三五郎的时候，其实要去三五郎，如果照我昨天的做法，应该是坐这一个上去，然后一路顺顺滑到二十二。然后再走联络道，是他。好了，冲了。我觉得这样百万人还是看不到东西啊。对啊，我看到路牌，觉得这条路才是对的。然后那一边的话，就会拉到那个出口。哎，其实那个出口也行呢，好像是哈。哎，
现在开始就是安全滑了，已经有能见度了，而且坡道感觉不是很大，只是我搞不清楚方向。哎，你说过缆车旁边对不对？好啊，去啊，都看到地耶，挑个没有人的线。硬要找，嗯，那怎么办呢？不知道怎么办呢、啊。而且我不知道这样怎么回大声啊。这里是横仓，不是大声。踢他上去就大声啊。哦，就要再找一次，好啊。
要啊。你不用说看，我早就知道了，但是做得到做不到是一回事。还好吗？对啊，这次雪盖起来，我就管它的，就照平常滑吧。我觉得很难。对啊。太厚了。对啊。这边是不是这边都不知道？Thank you.
下午来的。我想一下，哎，下午吧，吃过午餐，还是吃过午餐前？还是早餐啊？因为我们午餐晚点吃了，所以我们在黑鸡餐厅吃饭呢、啊。那早上跟下午有什么差？我早上没有拿放过出来，下午一点多以后掉的、啊。所以你觉得不可能掉在那里？我也不知道，你问我有摔，我就是这里有摔一下。搞不好掉厕所前。而且大学上厕所然后找。对对对对。耶、yeah。哎呀，往下会怕吗？不怕了吧？不怕了。我就说要每天一次啊。看到我就是讲好听啊。啊？有看到我就是讲好听啊。啊，没有看到。不过也是会累呢。我停下来稍微喘一喘。这样子用到的大腿肌肉还蛮多的。又热起来了，手冒的点汗，无时无刻拔下头套。你也来一下，包什么？没有声音。对，没插到。啊，有，手湿湿的。到，我到。你说上午下午、啊、我那是上午滑的，然后下午我要再去大森山行都不可能，肯定是这样。是吗？不对啊，如果是那你中午就会 check、啊、我就说拍是下午才拍没，什么叫中午 check？ 就是下午才拍的啊，下午才拍应该说下午才跑去山顶。对啊，去山，然后搞360、嗯、然后对，所以是下午啊。但是我问你横仓是什么时候滑的？好像是早上，对不对？哦，你说摔那一下？对。我们黑鸡拉上去一次，接着路过横仓，你就说要去，我就跟着去。所以我们路过横仓的时候，第一次路过横仓就去了。第一次路过横仓。走黑鸡的那边的话，不走百万的人是不会路过很长的。我猜是下午吧。可是下午我们一开始就往上冲了、啊，然后滑完树冰远就直直直直直，然后就滑大神啊。然后就说我们再继续把这里探完，所以就探到大神了。对啊，是。然后下午只是探，没有。啊，是要去大神问问看。嗯，那样子是比较好的，掉在路上比较有可能被捡到。那有一种是真的不知道掉在哪，或者是掉在厕所。我真的以为我掉进去放进包包，所以我都没有想，因为我明明就在那里在那试，然后站着在路边。我就说在大声的厕所里，包包有呼噜转下去。你记得我讲的这件事吗？你在那边说我先看，那你就看，然后要准备要走之前你就啪掉了。然后我就说哇，然后你就说什么是有抓到没掉还是什么，但是你还是掉了一只手套。你完全忘记了，我记得就是我们坐在那里等的时候啊，坐在厕所前面，我都有回头看我东西留下。嗯，但是你有先上厕所，不会掉在厕所里，掉在厕所里应该有一样一声。没有棍子的迹象，那我们写错裤子，你知道棍子怎么在那。哦，我猜测是从袋子里滚出来。
深下去啊。嗯，那现在走大深小臂小咖啡下去，还在下雪。刚刚的晴天不见了，嗯，一个洞而已。预报是说下午，所以中午过后才洞会更大吧。你现在在那样很急？没有啊，但是我们就是要去大神嘛。还是你说三五郎画完道？嗯，有一点。现在这样接可以一路接，现在是十点，还可以啊。但是要推一下，用二十八号接法的话要推一下。你要就去，你就不要去大神。是啊。对啊，那还是要什么二十八号接法？大声往上拉。嗯，二十七接二十八，是不是？不是二十七。大声往上拉。嗯。只能接到后面那个地方，那个什么，横唱自闭旁边那一个要推半天的地方。嗯。所以必须又要滑回横唱。对啊，有点不好接了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还是要去问。那就昨天回家的路线不是吗？对啊，还是你要下午问也可以，但是你怕到时用不到棒棒这样吗？嗯，对啊。我猜预报是四点的话，大概三点多吧。然后我们11点、10点、12点走的，就直接来往这个方向了。这个地方是哪个简单？不要，我觉得好这边回家困难。对啊，来简单回家困难，所以我们会早来啊。我就是说吃饭完就直接来。上来就已经在偷偷的房间了。是啊。那我们现在要滑下去哪里？滑去大声啊。要滑了吗？是啊。有回黑鸡的路欸，大声拉上来，有回黑鸡的路欸，然后黑鸡就可以拉到22，所以大声上来以后冲到那边去。好，看这两个人可以拖多远。
靠左的路线，然后我会用比较迂回的滑板，我怕你又嫌我，你先滑。为什么要用迂回的？我喜欢这样滑。叫大声小咖啡，我们昨天没滑过，就是我们看到觉得还好的那个地方，就没滑过来滑。大咖啡滑过了，被人家弄出去。小咖啡，哎，这个也是馒头哎，这里有个馒头的遗迹哎，带速度冲进去啊！馒头的遗迹啊，我刚就发现有人在那边做馒头啊，哎，我看到那个嘞，我看到那个琉璃俱乐部了，好，跟在这条线上。没了，好小，不该来的，两排馒头，看得到馒头的遗迹。那就上半部
碾过去，下半部跟着那条轨迹。哪跟得准？跟不准就算了。太突了，太突了！嘿呀，小心哦！啊，对啊，我在这里喘气耶。上厕所，哎呦！我脑切了也在上。嘿啊！那关。嘿啊！要关。